你们不理解他们的文化没有关系，但是你们至少尊重他们的文化，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活着。他们也要的不是补助，你现在等于是断手断脚，你给这个家庭断手断脚，然后你再跟他们讲说他们是个弱势族群，然后再给他们补助，你觉得这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吗？这是什么道理啊？他们本来活得好好的，是中华民国政府才变成这样子的。那现在其实两公约，中华马英九从1998年签署通过了。其实它关于公正金色文公约，其实第15条规定要尊重原住民的文化，而且原住民也可以享有进步的权利。那但是政府公然在违法，因为关于文化权的部分，你可以去看它的21条的一般意见书里面，它包含它是原住民，它是特别独立出来的。我跟你讲，什么叫平等原则？相同的事情相同的处理，不同的事情就是不同的处理。原住民就是跟汉人不一样，你们懂吗？我相信你的公义必会彰显，我们相信母鹿的自然的一个法则必会帮助这个残破残缺不足的中华民国的法令，会让它更整全。求你建立，求你祝福，我们把今天持续一到明天恭敬继续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像大陆们还爱问多多个古夏路顿爱多个问多马来西亚呢阿能你多看下去努力吧你马来西亚多马来西亚国家你看大厦西里马斯摩托爱比马来文马西湖丹多爱那马上马斯买巴达努伦多我看山西老婆啥金多巴多马来西亚多西安还哪能还没嗯的金那看下去多宝贝努力吧马来西亚呢ai kemen mes untuk kusial libos mes kan serta sakut ai pinu nu semas untuk nap ke pandian itu sebalik ai ba miskin ai ai kan sai ngan mes untuk ai itu mau baca ai me pasal gunur iko ai untuk itu satu pertemuan untuk kuang ai mas mau baca untuk prima tengun untuk mapi dengan saya nak kuang sen itu batu ngai mamu tu makto mada itu saya nak mamu sel untuk kuni yurusawan ai makto pisu kawan tu tu dah sebab dia nak istu pa bisa sen itu mutu ai pesan anis baby amin muskun sadu mas untuk saya untuk unut kapa saya nak istu pa unyam.各位在场的朋友，我是民族议会的务农组的议员之一。他今天诉求的就是他所认何罪之有呢？因为山上的东西不是某一个人养的，是上天养的，它是食物，为什么会判断有罪？所以我简单的在这里做翻译，谢谢各位。